元曼，我对不起你，我知道我说再多对不起，可能你都不会原谅我。但是我还是想试一试，看在咱们这么多年的情分上，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弥补我犯下的所有错。是吗？你也有错啊。我错了，大错特错，我不仅看错了人，我还错失了一段美好的爱情。 错过了那个对我最好的女人，我现在真的很后悔。我知道我伤害你太多，亏欠你太多。高存善，你是演员吗？演员？什么演员？你刚才明明看见了我跟夏一墨的妈妈在一起，却一点都不惊讶。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今天在我面前说了那么一大段感人肺腑的话？ 你高存善做每一件事，说的每一句话，都是有充足理由的。这种话，你应该对夏以沫说才对吧？别跟我提那个夏以沫，我现在才知道她是个多么水性杨花的女人，一边跟我海誓山盟，一边却跟另一个男人耗着。元曼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我当初就是被他迷惑和勾引的呀。元曼，你高存善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花言巧语？既然你那么喜欢把我当傻瓜。 我也没有必要在你身上浪费时间。我知道你才是夏家真正的女儿，你必须回到夏家。谢谢你满足我的好奇心，元曼，你会再给我一个机会是吗？ 我想你一定会的，毕竟咱们6年的感情。那就要看你的表现了，机会在你自己手上。